嗨嗨，嗨嗨 ，Eddie，怎么有点炸了？嗨嗨，嗨嗨 ，Popo，嗨嗨，等一下我炸毛，我要把它夹起来。嗨嗨，九蛋，嗨嗨，上庭，嗨嗨，塔瓦哥，嗨嗨，骷髅，嗨嗨，一凯，大家晚上好，嗨嗨 ，Akira。为什么我刚进来就要逮捕？为什么刚进来就要逮捕？唯爱接新奖，没关系啊！你本来就是人家，然后头像还是地址，真的，我刚刚没有注意到。嗨嗨，机器人，嗨嗨，憨憨，晚上好。本来就是人家拼成对耶，今天4月30号，明天就那个嗨嗨 Lingo， 想拜拜不需要理由，为什么桃花哥不喜欢我了吗？ QAQ， 为什么嗨嗨 Lingo， 我有看到你那个自弹自唱的那个影片，没有，没事，被盗没。现在还有谁播啊？是不是艺云跟熊妹吗？我今天播到8:30，嗨嗨 ，T 恤哥想想，为什么要跟我说拜拜？嗨嗨，渐渐投票出来了哎，限动如何？不好说。嗨嗨，健康麦当劳。嗨嗨，晚上好。今天晚餐吃了很不健康的东西，可是很好吃的东西，嘿嘿。恭喜，开心。8:30，那不用拜拜了，刚好无缝接轨。什么无缝接轨？你们都跟你说了，那我走。耶，骷髅留着。留着，每天腻在一起怕你会嫌弃，才不会嘞！你每天吃东西会嫌他腻吗？不会啊，但每天看家里蛋不会腻啊，是不是？是吧？眉毛很有戏，哈哈，茶水间，嚯，我要学妮妮，没有，没事，赶在你直播前赶快。用图片发动态，我知道啊，我有看到，我在开播前有看到。栗子说想看照片，所以就把影片解封存了。令狗，我有看到照片。嗨嗨，草莓酱，这比喻很赞。对啊，吃卤味配栗子，吃什么？豆干吗？还是什么？我吃卤味很喜欢吃豆干，然后喜欢海带，然后我喜欢吃脆肠，就是有配酸菜的那种。好吃，好吧，我去买栗子吃。你说买真的栗子还是买吃的栗子还是买真的栗子？买哪一个栗子？今天是丸子头，配上大蝴蝶结，嘿嘿，嗨嗨，小晴儿，嗨嗨，栗子。谢谢茶水间，真的栗子，好像知道晚餐买什么，卤味吗？还是麻辣烫？麻辣烫也不错哦，突然好想吃哦。买眼前的栗子，吃的栗子不就真的栗子吗？对啊，没有真的栗子在你眼前。栗子烫不是麻辣烫，麻辣烫好吃。不然我们今天来聊食物好了，聊家里最爱吃什么东西。家里什么都爱吃，除了你们会讨厌吃那个吗？新香料还是什么？不是，就是那个什么芹菜呀、啊，不啦不啦不啦之类的。真的栗子是真的栗子，不是真的栗子。嗨嗨，阿华，好，我要小声一点，我要当有气质的栗子。我还没吃，渐渐不是渐渐，你不是说你上晚班吗？还没吃哦。香菜以外都可以。另一个为什么？是因为阿潘才不吃香菜，还是原本就不爱香菜，还是你是因为刚好阿潘也不喜欢吃香菜？好，没事。
我喜欢，我觉得香菜很好吃啊。然后芹菜可以，芹菜加在贡丸汤里面可以，可是芹菜不能直接当菜来炒，那个太可怕。还有什么姜、葱、姜、蒜我都可以。我到现在，哎，什么？你不说话就很气质。傻眼，傻眼，傻眼，哈哈一。除了洋葱以外，洋葱很好吃哎，我可以直接那个，就是牛肉片包洋葱，好吃，好吃。推理力，推理。嗨嗨，一些人认为你是真的，不是真的，是珍贵的例子。大华哥，你在绕口令吗？什么什么被盗？什么被盗？什么被盗？嗨嗨，西兰，为什么是傻眼例子？为什么？今天的包包头大家还喜欢吗？今天是微炸毛的包包头。嗨嗨，富伟，嗨嗨，绿草原上的荔枝，荔枝。为什么会被逼着吃？他把这个盖牌沾沾什么啦？什么东西？啊，我今天的刘海好可怕！对啊，最近狂炸毛，跟狂脱皮，换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们晚餐吃了吗？你们晚餐吃什么？不然你们来猜我晚餐吃什么好了，不健康的东西。谢谢傅伟的炼金秘药。我昨天在直播跟杰星说，我发的地址开着，杰星只发九张。骷髅，你不能这样啦！就规定午餐都要吃光吗？嗯嗯，我都会那个、欸，哎，就是我都会跟打菜的人说，不要帮我打那个栗子。什么不吃吗？我不吃小孩不吃的东西，我不吃红萝卜，不吃青椒，不吃苦瓜，不吃茄子。对，这都是小孩子不吃的东西。我不吃小孩子不吃的东西，表示我还是小孩子。小孩子吃韩寒，吃韩寒不好。嗨嗨，柔汁。可是我只想发栗子。好啦好啦，不会又是茶泡吧？不是不是，正在吃肯德基，跟肯德基类似的。谢谢柔汁的枫叶提拉米苏。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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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hey, ，天天你怎么一来就呛我？你那边很热，这两天打扮轻便风。对啊，越天气越来越热了，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几天都走那个简那个就是清凉，就是凉一点，不然我真的觉得好热。谢谢茶水间的 kiss 啾啾，等一下，谢谢 Eddie 的你是我的女神。这个特效真的很美耶，可惜它没有那个，可惜它没有就是长时间可以一直用着。那吃杰星，为什么要吃杰星？谢谢喜乐库玛的贵族玫瑰，装柚的概念什么？阿华，你唔汤哦，你不是今天才跟我说那个什么？你没有不开心吗？不行，开冷气的季节真的现在好热哦，超热，怕爆。益生菌为什么要改名字？益生菌为什么要改名字？麦当当，对对对对对，麦当当。天天开门的哦，那是系统没有提醒到。Sorry， 我刚刚没有看到。哈哈，寄国书，荔枝我爱你。趁会截图的都不在，那我截图好了。Ringo， 我截图好了。我吃麦当当，然后我吃汉堡。荔枝喜欢圣血针吗？我收那个，我收粉色圣血针。帮西西姐 ，Eddie 唔汤哦 ，Eddie 唔汤哦。我怕那个，我怕令狗那个变成消波块，变成中部重。可以解吗？说好痒，不要这样啦，嗨嗨。要胖了，要胖了。粉丝生写真，对啊，粉丝生写真很有趣哎，看粉丝的互动很有趣。今天是大脸例子，今天没有。今天没有头发做修饰，所以是大脸例子。哎、欸，发现别人有啊有啊，柔君我发现啊，今天最后一看是平成，是因为平成吗？还是什么？还是最后一个看我？是吗？是吗？大家冷静。
练狗，你是不是偷偷把我那个上身在你的推表中上身了？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你吃了什么？我吃的麦香鸡，然后多加酱。想要什么特点？想要糖糖们的特点，就是所有帮我召集所有那个糖糖们帮我拍一张，赞。怎么感觉昨天比较大？真的吗？昨天脸比较大吗？今天脸蛮尖的，是吗？谢谢喜乐姑妈，还是你会讲话？不是每天都大脸吗？傻眼，好，你就看韩就好了。明天为什么要卖我的生血？为什么？令狗，你干嘛害羞哦？哦，收你的生血。哦，我吓到，我想说为什么要卖我的生血？嗨嗨，黄鱼。礼拜四开始打工，什么直播？哈，柔君辛苦你了。我早该想到你会出现在妹妹生日会上，因为是姐姐吗？脸露出来粉比较小，真的吗？我觉得超大嘞！今天的脸比杰信还瘦，哪有？骷髅，你吃了糖吗？你是不是那个今天吃了那个一堆糖果，嘴巴很甜哦？哎，西西来了，哈哈，西西，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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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胡大大，光胡妈妈，保姆团来了，没有保姆团，保姆团的那个管胡妈妈来了，嗨嗨唱哎，卖起来卖，啊，竟然是卖我吗？为什么卖？你是要卖你的生血给我，还是你要把我的生血卖掉？不要把我卖掉哎，渐渐，谢谢傅伟的健身卡。什么爆爆糖？吃的栗子糖，我才不吃爆爆糖。你说，是紫萱爆炸还是林一爆炸？我忘了啦。那个杰心的梦每次都好奇妙、哦。今天栗子超正，真的吗？谢谢傅伟。什么谎言倒沙包？爆爆糖，卖栗子生血，卖粉丝生血。健健，你不是说粉丝生血那个一套卖33块吗？这样我卖一套我的给你们的话，我可以买十套你们的，是不是？嗨嗨鸭子，嗨嗨北极冠红，谢谢你的勇气。嗨嗨宽宽，笑死你！你也在忙吗？还不都是嘻嘻，都是嘻嘻。紫萱宝，嗨嗨林果，刚刚没有看到你。对啊，抱抱糖好久以前，只有今天正吗？对啊，那谁真不会讲话？哎呀呀，对啊，我们很便宜，不会，你们可以到时候那个自己寄自己的照片来，然后把它当明信片，然后后面写卡片，公司就可是公司应该也不会把粉丝的照片丢掉，对啊，不会啊，那你们就一个人以后寄两张，然后告诉来说我说你是谁，然后那个我就知道变成收集粉丝的申请证。栗子壳剥开是不是变比较小？你说头发吗？不管谁爆炸，我只要栗子顺粉。为什么会顺粉？不是一直都很正吗？耶、yeah! ！上庭会讲话。一套一个成套应该更高价一点。生血粉这是什么？无价吗？栗神顺粉，简单的吹风机。嘿，嘻嘻，坏，你很坏，坏蛋，嘻嘻，坏蛋。今天最后看你说个真心话没？栗子，柔君，你就这样说一句就走了？沈和的姐姐会被我吓到？你说照片吗？被照片吓到吗？对，另一个，所以我之前就有看过你那个自弹自唱影片，所以我才一直对你很有印象。嗨嗨，爸爸，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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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我有没有一天可以挤满保姆团。炸虾，是 AB Fly 吗？米太子炸虾，你是说阿 K 的粉丝名吗？最近的直播呢，就知道很多人抢你的纸笔生血，好像是，那个抽到的那个几率好像变小了，是吗？好像是这样，
等我寄粉丝照片会不会被？不会吧，不会被丢掉吧？不会啦，不会。不然你们在你们照片后面写那个写卡片，就不会被丢掉了。可是应该也不会丢掉吧？为什么会丢掉？我觉得不会啊，不会啦，不会啦。你们可以寄来试试看。嗨嗨 ，Be Fly， 我可以准备栗子制的照片当明信片寄给你啊！我自己就看到，剪刀石头布。好，那个学弟妹，谢谢西西的为你守候。哇，谢谢西西。好了，我先去旁边画圈圈。好，那个我刚刚猜输了啊，那个学弟妹给你们，剪刀石头布。好，平手平手平手还可以，平手还可以，平手还可以。看过升学请付费。哎，杨姐，你们要那个正面照，要像我们一样啊，有全身半身拿物拿花什么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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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说完，吹风机吹吹，然后用罐子存好粉。为什么这样有点母汤的感觉？剪刀石头布。好，平手平手，没有输都好，没有输都好。嗨嗨，你很坏，乘以 N 次的例子。嘿，剪刀石头布，还是平手？今天是怎样？赢那个破不了那个魔咒吗？可恶！粉丝的是不是？粉丝升血没有？是高价，我高价收购，高价收购。保姆团不就喊喊一个就够了吗？没有，我是说西西的保姆团。粉丝照片应该不会被禁止吧？这些粉丝吃便宜不会啦。啊，那个西罗库玛，我收那个寄件人，请收那个，请写李佳丽。剪刀石头布，哎，我赢了哎，我赢了哎，嘿嘿，神之手，谢谢塔瓦哥的星之光。剪刀眉毛很有势的例子。好，谢谢鸭子的枫叶。什么驱邪的道具？不会好不好？你们想太多了啦。等一下啊，等一下啦，跑太快了。没问你什么啊。谢谢桃花哥的你是我的女神。就这样，眼睛睁不开来的，睁不开来的荔枝，谢谢西西的 love you， 快没问你手后可以丢了，赶快丢一丢。好哦，谢谢西西，今天可以偷偷看久一点，今天没有在厕所看了吗？哎，冰回来辛苦你了，西西手写记起来，一下收，那个收件人请写李佳丽。嗨嗨，北原山团，谢谢西西的为你守候。后面结果公司收到一堆粉丝要寄来给我的吗？谢谢西西，哈哈人人，谢谢 Eddie 的你是我的女神。那我可以拿科技娃娃投放栗子拍照寄给栗子？什么啦？我还真的有拿我神血，真的吗？洗掉裤吗？我想看。你很黑，我很黑。杨姐表示她漏嘴神血很高价。什么啦？可以学赌神记背影照。嗨嗨 ，Polo， 嗨嗨，你要收购什么？收粉丝升血啊？收粉丝升血？我比较想要高价收购李子欣啊，不行。你们可以来撩我试试看，撩的走的就那个就让你带走。谢谢 Polo 的星之冠。啊，付费收购要怎样？要怎样被那个？要怎样才可以收购？寄照片如果没收到代表公司真的难，才没有好不好？嗨嗨 ，Polo， 今天也来签到，好哦好哦。什么驱邪？傻眼呢？为什么要贴墙壁当黑名单啦？我要来看，有两个可以开，哈。怎么都这么肥 ？QAQ， 好肥哦，好肥，好肥，好肥，好烦哦！为什么好烦？为什么？为什么我好烦？满满的为你守候，
没有，我想要大家的生血，你们可以包一套那个粉丝们的生血给我，包一套糖糖们的那个生血给我，两张栗子可以换西西生血吗？小栗有一神推，你要换西西的吗？好大声，好，那我小声一点。今天栗子好可爱哦，骑车去，好哦，骑车小心哦，益生菌。要挑一个没监视器的地方。谢谢 AD 的星之冠，谢谢 AD。要挑一个没监视器的地方，那为什么要挑厕所？有没有什么，什么茶水间之类可以躲起来的地方？你为何杀了阿潘白米优的故事？我哪有？我今天一直聊到想看我的脸。哎，再来句哦，啊，包包包包，我已经看到了上一次那个，哎，是谁换你的照片？我有这样子，嘿嘿，叼着走就可以带走，对啊，好哦好哦，拜拜 ，Polo， 好重，不太想带走。九单，今天的leg好像很严重，哎，为什么？可是我的电是满的，网络也是满的，为什么？好难过 ，QAQ。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那个碎纸机前留照片，不要冲动。什么？哈哈，北极冠红，栗子我一样挂机哦。好哦，上庭。杨姐先咪，先来咪一下。等等要干嘛？杨姐，你等等要干嘛？糖炒栗子。对啊，渐渐喜欢吃栗子吗？赶快删掉！好了，没关系了，我已经记住了，爸爸我已经记住了你，以后逃不掉了，逃不掉栗子的眼睛。I'm watching you 真的 lag 超重，我不知道为什么啊，网络满不代表速度有，好吧。现在19:24，19:24啊。我已经22:26嘞，怎么差这么多啊？我又怎样？糖渍栗子好吃吗？我要赶快剪头发。哎，爸爸，蛋糕如果有栗子会觉得赚到？为什么会觉得赚到？很喜欢吃吗？哈哈，船长，你吃什么晚餐？我想放音乐，我刚刚边化妆边看柯南。22:00，我是说那个哎，我是说直播的时间呢。我是说，不是，我是说你们是说直播的时间，还是说那个现在的时间是26啊？不是吗？嗨嗨世家，嗨嗨 Polo， 欢迎回来，敞开双手等你回来。你们是说直播的时间，还是说那个？现在的时间，嗨，三分钟后的例子，肉粽也最后喜欢吃，真的吗？我肉粽最喜欢吃那个香菇，我觉得那个香菇好好吃哦。Abby Fly 已经被你迷到快忘记日本成员，真的吗 ？Popo 要那个多帮我推荐一下，也要赶快成为我的那个我的糖糖。然后整天吃的甜滋滋的糖糖，可以介绍一下栗子的花吗？可以，你是说我耳朵上面的吗？哦，对哦，船长，你吃了，对不起，又一个时空旅了，不是，是我以为你们在说我的直播时间走，谁看直播和好像也是哦，对不起，我刚才看时间走了。肉粽当然是咸蛋黄，没有，肉粽的精华是香菇。肉粽的精华是香菇，香菇还有蛋黄，肉粽好吃，我也觉得好吃。可是我每次吃，只要是糯米类的，我都会很不舒服，我吃完都会一整个很不舒服。耳环不是在耳朵上面？对啊，这里没有啦，我不知道你们是要那个收藏的，还是要耳朵上面。就是有包装的那个棒棒糖，嘿嘿，我超喜欢买耳环。
肉粽的精华是香菇，对不对？喜乐坤嘛，肉粽的精华是香菇，对。Abby Fly， 所以是那个扇子是 Abby Fly 银座丸给 Popo 举的吗？停顿这么久，因为我在想精华到底是什么啊。可是我觉得，我想了这么久之后，我还是觉得肉粽的精华是香菇。你们觉得呢？中部粽的精华是小波块。好，不是，没必要，不吃肉粽，拜拜。哎，谢谢，没关系，你吃栗子。谢谢，谢谢枫糖的心之冠，谢谢，谢谢栗子的精华是本丸。对，我不对题。哎，嗨嗨米哟，卤肉跟花生啊，我觉得香菇才是灵魂呢。我吃一颗肉就肉掺成的肉粽，吃肉粽，最期待的是香菇哎。为什么我的蝴蝶结不见了？嘿，没有，吃栗子会消化不良，傻眼。谢谢骷髅的宣传。你吃肉粽，我吃肉粽，不吃肉粽。来偷告白一下，最爱栗子，谢谢 B Fly。我今天决定买栗子。哦，我之前前一段时间那个肉肉他超喜欢吃栗子，就是那个糖炒栗子。然后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大概一二月的时候吧。然后我们有一起去练那个尾牙长的。然后他就一直带栗子去吃，然后他问我说要不要吃栗子。可是就是我第一次哦，我要跟你们讲，我第一次吃栗子嘞是在日本，对，在好像是中华街吧，对。然后在中华街上面，我们家因为我就说那个、很小的时候，我就说妈咪那个是什么，妈咪说哦那个是栗子啊，然后我说我想吃吃看嘞，然后结果吃了觉得哦，惊为天人，还蛮好吃的，而且它很好玩，它还用那个东西这样压才打得开。我上次跑去中华街吃广东粥，中部已经小波水饺了。小波水饺是什么啦？本丸穿上钢铁衣，本丸穿上钢铁衣是什么啦？好险，让我说，不然本平民就要先走了。嗯，什么东西？香菇咬下去哦，喜乐库玛真的超赞，超赞！我超喜欢咬下去那个咸咸的感觉。投票还是有用的，我这两天很专心来看台，看我的台吗？谢谢健健，谢谢 Abby Fly 的爱的抱抱。栗子要不要吃栗子？有啊，我之前有吃栗子。日本的广东粽甜甜的，广东粽不是咸的吗？很贵。不是，有瘦脸的效果有吗？我还觉得这样脸比较大哎，可是多了这两撮蟑螂须吧。噔噔，你知道两撮蟑螂须很重要，这两撮蟑螂须啊，很有助于瘦小脸哦。有没有这两撮蟑螂须差很大？比如你可以下次叫团那个叫成员这样子，把他们的蟑螂须举起来，再放下来，你就发现哦，惊为天人，真的有差。蟑螂须真的是那个瘦小脸的功能。好 ，Abby Fly， 上班加油。嗨嗨，信哥，怎么这么大？蟑螂须，咸咸的感觉。嗨，谢谢啊，咸我对，好啦，我吃重口味嘛。日本是甜的很微妙，真的。广东粥不是就是应该是咸的吗？完全不会打开，没关系，令狗多吃一点就会。嗨嗨，日本玩，嗨嗨，拜拜，别回来。我现在瞒着其他人来，哎，对 ，Polo， 谢谢你来看我 ，Polo， 谢谢你来看我，谢谢。做啥又要追我了你？我哪有？上庭不要这样啦，脸蛋不是？对啊，只有栗子脸蛋才需要蟑螂须，没有，很多人都有蟑螂须哦。栗子不瘦脸也很可爱啊，谢谢泡泡。栗子下半篇如何？哇，我只看了一半哎，昨天。
昨天去看书了啦，我快要炸了。今天太多考试。哈哈，黑流星，为什么我长得很像垃圾车？傻眼，傻眼。现在是在演什么故事？没有在演故事啊，我们在讨论食物。还日本玩还没搬回来。马吉的 sky 晚安。比起中华街旁边的山下公园比较好逛，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哎，我已经很久没。谢谢桃瓦哥的炼金密钥。中华街整条都真奶。Aki 会徒手打蟑螂，我连拿着拖鞋打蟑螂我都很，对，走跑那个离很远的，很可怕。黑化力是不是很棒？你又我还没看完啦，好啦，我等一下赶快先把它补完。好了，我再不回去就要被黑掉了，那快点再来。好哦 ，Polo 我等你哦。粒子本体不是脸吗？啊，不是粒子本体是脸。好啦，对，粒子本体是脸的，对，不然不圆怎么叫本丸？不圆怎么叫粒子呢？嗯。你们很爱欺负丽姐，这样他骷髅，你跟他们跟久了，你也会欺负我。大家一开始都是哦，家里好，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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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职业之类，好像没有人说过我很可爱。好了，没有。然后他们都是一开始都是天使，然后后来就变得跟我一样，好吧？对，什么样的偶像吸引什么样的粉丝，所以我的粉丝都是小恶魔。虽然是他们都是人设是小恶魔，其实内心是小天使。我知道内心都很爱我，对不对？谢谢 Lingo， 因为会让我想追你，嘻嘻。好了，那我当一下垃圾车，我勉强当一下垃圾车。地址这个造型我心动点，真的吗？手打仗好厉害，什么垃圾车？哦，就是那个要我追，就是想要追我。一家怎么会玩仗？好可怕、啊！谢谢日本文的贵族玫瑰，谢谢桃瓦哥的好多枫叶。我不懂怎么欺负你，只好承担。谢谢骷髅。横滨的中华街印象还是很多外国人，通常都是，怎么讲？观光地区都是给外国人去的吧。我也爱你们哦。没有啊，我们一开始没说，也不好意思。好好好，对不起，我的错。脸真的很可爱，一开口就。好，那我还是只有照片骗人好了。那我开始不说好话，为什么上庭？不，我觉得历史是天使。谢谢纪国树，自愿被欺负的偶像。好啦，谢谢日本玩的送你上看吧。真的吗？真的吗？マジですか？今天是那个包包头栗子，没有，没有，我的人设是恶魔，内心是天使，其实是很爱妹妹的，对，嘿嘿。当恶魔会有小犬犬套餐吃，什么？西西你在说什么？可是我人设是混混，怕爆，佳丽好可爱，谢谢 Lingo。什么天使？没有，没事，没有，我不是你的饭，不是小天使，没关系，爸爸，你以后也会成为小天使的。给蟑螂在的空间，我直接那个空气，直接那个空间都给蟑螂。西西为什么？不是我坏，因为当天使很难有互动，只好偶尔欺负你。不会啊，当天使就是一直成长啊。天使的台嘛，应该就是像泪吉那样吧，就是泪吉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天使，然后他的粉丝都说啊，泪吉好可爱，大概像这样吧，我也不知道。我要喝水。那杰心是天使还是恶魔？杰心哦，我想想看，杰心应该是天使，因为他不管就是就是对人还是对什么，他都很好，就是怎么讲，我不会讲，反正就是他整个人就是好人，就是像我就是坏人。你有会骂哈哈，可是杰心就是，很天然，很无害。他不算是天使，他应该是算那种就是涉世未深的小学生嘛，就是那个就是很天然、很可爱的那种。我们当天兵天将，为什么？为什么是天兵天将？
小天使不是韩寒的粉丝吗？对呀、啊，那杰星是那个你过来，再让老贝一两三。好啦好啦好啦，拜拜。其实林一黑还只想下班，为什么？哦，要专心看他吗？可以只用小拳拳揍人的话，被打的人会重伤。才不会！话说我的同事们，真的吗？真的吗？日本玩，你要帮我多推广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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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新闻到模糊。谢谢日本玩的健身卡。请问一下，你的简女神是天使还是恶魔？简女神在我心目中当然是天使啊。好人卡 get， 栗子比星星，好，栗子比星星，好，小学生真的啊，真的真的，无害，很无害，很无害，栗子就好，可爱，谢谢博汉，天兵我当就好，我没有说天兵哦，我没有说天兵哦，船长。谢谢副委的枫叶，跳过了什么？跳过了。嗨嗨，黄鱼，意思测试很深，没有，我没有测试很深。嗨嗨，老沙，刚刚没有看到你。好，我要喝水。还是天使，可是翅膀是黑的。什么啦？可是好像有点对。谢谢老蔡的枫叶。你很矛盾，认同我的梗图啊？说他说天使，没有那个，他在我心目中是天使啊，天使般的存在，跟女神一样供奉着。提供杯啊？为什么要提供杯啊？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人气卡 mini， 天哪，真的累个很严重哎！谢谢 Eddie 的为你守候，黑翅膀栗子很可爱吧？你知道，就是小时候啊，就是会去看那个街头艺人，他们不是会折气球吗？然后我一直很想跟他说，可以折一对翅膀给我吗？就小时候不是还有那种，就是小时候不是很常穿那种 cosplay 的衣服吗？谢谢鱼尾狮的为你守候，鱼尾狮后面为什么要嘿嘿嘿啦？为什么要嘿嘿嘿？然后他不是就有那个翅膀，就是小时候扮的那个装扮不是就有翅膀吗？然后我就很想买那个翅膀，然后虽然说我现在长大，可是我还是很想要买那个翅膀。我还是很想要那个翅膀。什么什么什么，我错过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谢谢黑哥的告白气球，谢谢。是说，因为你看的时间，我们就觉得是啊，真的吗，爸爸？后面开始呛你，所以我跟后面看着，不要不要不要，上庭继续说好听的话。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嗯，我想想看，不，栗子花，韩头上是长角的流刺王天使，什么？剪刀石头布，那个玄玉梅，那个这台给你做了，我先去旁边那个台给你顾。哎呦，又猜输了！栗子去买了参考题，好哦，好哦，令狗路上小心。杰星看起来就真的单纯、个性好的孩子，真的。提供杯啊，为什么让我遇见你？贱贱，什么什么？你在说什么？谢谢本王妹子的阳光，自己运气差就拿学历没挡枪。没跟你告白，只是刚好有合成到，好哦，好哦。早说嘛，我就给你。船长会吗？船长会吗？很佩服给你一对翅膀。什么啦？一直被跳过。可是我真的没有看到我真的没有看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赶快那个看一下。谢谢日本，恭喜日本玩升级到 G
就嘿嘿嘿，对啊，嘿嘿嘿，嗨嗨，前两次直播没看，今天可以终于不用补档。嗨嗨，鱼尾狮，鱼尾狮为什么呀？嘿嘿嘿，是因为那个嘿嘿嘿吗？哈哈，骂你是臭熊，我觉得生气，生动淘气。塔瓦哥，你叫我上班吗？塔瓦哥，你有付学妹出场费啊？没有。他就是我的了，我为什么还要付他出场费呢？遇见这么好笑的例子笑爆我该怎么办？我帮你。渐渐，蹦，笑爆。好，没事，没被盗。船长会好厉害哦！好喂，其实我很怕气球。剪刀石头布，好，平手可以。你也会有吃我吃，当然呢、啊。嗨嗨，宝刀粉。不过这次成员都很高，就显得戒心很娇小，真的。他还跟我们说，你知道我在你们就是那照片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等。你知道吗？他自己说这样，等。栗子好容易被盗，对，没被盗。塔瓦哥上班辛苦了。塔瓦哥休假要说，这样我才知道。会不会哪天迪士尼法务部跳出来声明说我没有授权学历美替你挡箭？什么啦 ？Magic the sky， 学历美，我想帮学历美穿衣服哎、欸，可是学历美的衣服跟我们人的一样贵，有时候还比我们人的衣服还贵。有时候会觉得那个雪莉美衣服放大给我穿好了。谢谢日本玩的贵族玫瑰。历史是等于熊熊跟猫咪。对啊，熊熊一定赢。生日会活动就是一个活生生中文熬制。雪儿姑妈你很坏。学粉红一样自己做，那太难了，粉红太厉害了啦。那个真的跟我们制服长得一模一样哎、欸。生日会我的位置拍不太到杰星，可是我有看到那个饭拍的那个照片，真的不夸张，真的是这样。噔，他自己也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噔，五连拍，一、二、点、三。谢谢 AD 的你是我的女神，我要学阿 K 中二、三。四是要怎样？四这样。好，阿 K 没有这样，阿 K 没有这样。四五，嘿，不要再，我没有黑杰星，好不好？我没有黑杰星，你最好的手作呢？我最好的手作，我最好的手作是纸，不是衣服吧？衣服那个要学。你是眼睛痛，对，我头痛，眼睛痛，下巴痛。好，没被盗，都被栗子拉走目光了，所以我都在喊一个。为什么爸爸没有喊我？好了，这是生日会，对不起，没。没有，我不应该去，对不起。嗨嗨，小千，栗子，我们中的 pose 很有趣。杰星是什么？塔瓦哥为什么只看到头啦？什么中二君主？中二是他自己讲的哎。生日会第一，在第一排跟栗子互动，好开心，嘿嘿。所以是喊你偷吹蜡烛吗？对啊，根本不是我吹的，好不好？我肺活量那么大，哪有办法吹那么远呢、啊？万有引力定律，讲成定律。嘿嘿，我那些啥？嘿嘿，出来那个任平均，好，任平均来了，我要跟你讲、哦，你不是有那个小教室吗？然后呢，我把它写起来了。这里，
所以啊，那个以下开放那个 IG 啊，每日几个日文单字，然后我就抄起来，我就可以学日文了，而且还是你们教的哦。大家觉得如何？那个南平君，你知道那个我昨天晚上睡前，我在等你的那个我才睡。我在等你的每日睡前小教室，我想说好是睡前，那我就等到你爸我才睡觉。过了生日会，我也觉得好像是恶魔妹妹，为什么是恶魔妹妹？看中了 pose 不就是？为什么要握拳头？为什么生日会会大喊栗子我喜欢你？你还喊不要乱告白。哎，好了，对不起娱乐姑妈，我可以把海洋吹走吗？当然不行啊。对啊，为什么是我背锅？傻眼呢、欸、讲话那么大肺活量应该不错，希望如此。那是海洋吹。对啊，请生推。对啊，有笔记当然要笔记啊，明明是使用率低落的日文，没有，你们有教我就要学啊！你们可以每个，你想、哦、那个，如果一个粉丝一天一个日文单字的话，那假设我看了十个粉丝的现实动态，那我一天就学了十个了，然后也抄了十个日文单字，你们说对不对？对，大家说这不神推的。对啊，那个每日一日文单字，今天已经进行到第三天了。这是人品君提供的，就是他希望，在偶像在舞台上做的事吗？没有，图下做没有。那个有，阿达玛碰碰跟碰碰跟那个，那个 kiss， 这样吗？好，没有，没事，被盗。嗨嗨樱桃喵，嗨嗨 Ben， 要考的英文还不背。还背日文？什么？这是什么笔记？就是粉丝教我的日文的笔记。对，上面写日文。对，没错。你几岁？17岁。惨了，我只会教英文。不会啊，林狗，你也可以教我英文，你可以拯救我的英文。我喜欢栗子。不，我这样光明正大告白，好害羞哦。我们的平均为了栗子抢了519，真的吗？谢谢了平均。我拍到好几张，有日本网，我有看到日本网，我有看到，给你一个赞。等一下，我不会日文啊，我们常常乱教，随便乱教。安排三个麻药中，没关系 OK 的，快把孩子送去 Mina 家，让他当班制啊，我觉得可以。那每个人都叫每日结心语，不行，要教那个，要教正确，会不会被栗子学了就变成神推栗子？希望如此。好啊，人品君上班加油，今天晚上一样等你的睡前小教室哦。嘻嘻，不行，你不能打在这里啦，你要打在现实动态啦。好啊，人平均，令狗被击中了吗？记得神推就好。学了日文英文容易变糟，没关系啦，我比较想学日文。没关系。栗子是你吗？对呀、啊、我是栗子啊，怎么了吗？嗨嗨屈原，喝，为什么要喝杨杰？为什么要喝？这么巧，我也17岁两倍，健健干嘛啦？栗子生日快点开，谢谢樱桃喵，继续睡到8:29。杨杰，我喜欢栗子妹妹。博汉，那栗子呢？栗子呢？你忍心抛弃栗子吗？栗子可以教，我可以教你们唱台语歌。杰心语很正确，不好意思，我跟他聊天。杰心语讲话，杰心语是打字。韩寒当潘志涵的话就不能让，为什么？要把小恶魔教成大魔王的概念，为什么？为什么会变大魔王？所以你不睡觉就是为了等现实？对啊，对，一边看书一边等那个，等一日小教室的现实。我的英文念起来很日文，真的吗？罗马拼音不，一开始前几年是、啊。
前一两年的收视，现在是靠那个五十音。我觉得，可是有些就是有什么点点啊，或者是圈圈啊那种，我还是要看那个罗马拼音，因为我还不是很熟。我要丢那种小小的掉本，我先自己好了好了，谢谢没关系，谢谢没关系，我看人品真的就好了。忍心抛弃？为什么？不要抛弃我。栗子是你吗？对呀、啊，对呀、啊，栗子是我啊，怎么了吗？栗子、涵涵，我都要。喜乐哭满，我们已经在你的推表上面了。每天接触的东西，随便一翻就日文。还有个直球告白，佳丽，我喜欢塔瓦哥。你是在每日一娱乐我吗？为什么是拿球丢我？塔瓦哥，你可以拿你自己来丢我，然后就这样，嘿嘿。好，没事。栗子观察中，要推我吗？不汉，要推我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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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王去撩日饭不行。我等一下，为什么我是大魔王？为什么？我要学日文，我要学日文，我要学日文，我要学日文。那个，我要跟粉丝学日文。所以例子会五十音，还是要用罗马，会五十音。我会五十音，只是我不会点点跟圈圈。超支持你的，谢谢宝刀粉。我家电视还只有日文，几年下来简直，为什么？两点的话是 B， 圈圈的话是 P，KK 音标模式的话就是有声无声。哦，是哦，是有声无声。哦，原来是这样。嗨嗨，本娃行动冲 Jack， 右手推这样吗？嚯！已经加推例子，谢谢傅伟。Lingo， 我什么时候才能上你有数字的推表？什么时候？推我吧。好，静静，我推你。等一下哦，我找我的那个。好，等我一下哦。手推渐渐推，我推，欸，骷髅这个我看得懂，有啊，我有学，可是跟他们还是比较常讲中文啊，毕竟有中文可以用，大家就会，对，你懂的，有中文可以用就会，对，握手会，我该握几张？塔瓦哥包布，好，没有，没事，背到，没有。那我可以教例子，爸爸教我。死亡笔记本不是死亡笔记本，渐渐。嗨嗨，佳颖，笑死！刚刚好成数字推表，对啊。我也要上有数字的，我不要只有推而已，我要上有数字的。真的是要钉钉子？没有，我推表加你满意，虽然只是小推，没关系，我一定会努力上有数字的推表。八年，把两点继承，两点继承波的发音，圈圈继承波的发音。嘻嘻呀，你在直播这样讲，不就是要我截图起来吗？你等我一下哦。好了，截好了。完了，被写不到，渐渐什么？你说你自己说手推的。例子是已经是我的三四推了，三十四。哎，为什么是三十四？是只用日文沟通，好难哦。哦，对，顺带一提，我看得懂平假，看不懂片假，对不起。片假还在学，平假看得懂，片假看不懂。佛推没数字，没有那个的佛推的意思，那个是可以算得出来的，那个是三或是四，对，三十四推很前面，为什么？为什么三十四推很前面？
我怕掉小时你会发，不会好不好？其实你干嘛想那么多？你自己说我小剧场很多，你自己还不是那个小剧场很多？不对，你不是小剧场很多，你是想很多。不要担心，我不会怎样的。哎、欸，不要不要大便加冰了，爸爸，爸爸不行，黑哥拜拜，黑哥拜拜。糟糕，我都想到了，不会好不好？日本华，日本华，我都有在看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对，我对对，好了，你懂，你懂我想说什么就好。例子已经是我的啊，五推哦，那我一定要那个，赶快让数字变少。例子在我推表最前面的，真的吗？真的吗？你最推表最前面不是那个吗？不是阿潘吗？没有哦，佛推不是三或四啊，那是什么？那是几？那是几？爸爸，人家看不懂啦。苦力将，苦力将一。一七八卡哇伊啊！爸爸，我看得懂哎！爸爸，爸爸，我看得懂哎！可丽酱一七八卡哇伊，谢谢爸爸。包布不可能，我在门口包布冰淇淋，这粉丝钱不就是？好像也是哈。那塔瓦哥，你说你要过几张？三十六推是手华哥，你超过他了。渐渐。没有啦，纯粹我跟你讲，真的怕麻烦，不，西西不会，好不好？你不要担心，好不好？一直很近，米娜加，哎，阿姨，好，那个我看不懂，那个我看不懂，片假比较难，等你平假比较熟，再学不熟。对啊，所以我现在是那个还在学平假，片假太难了。好，我冷静点，我冷静点。嗯，可丽酱马吉，马吉，天使，我是天使吗？是吗？因为神推是在上面，不是在前面。哦，好像也是哈。QQ， 可丽，可丽卡，可丽可丽卡哇伊，伊，那两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爸爸一个头发哥，鼓励卡哇伊，谢谢父哎、欸，哎、欸，我很努力耶，我很努力耶，为什么好可怕 ？Christmas 什么？骷髅什么啦 ？Biscuit，Biscuit，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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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Biscuit。可丽哦莫，西洛伊，我很好笑吗？可丽啊啊！等一下，你们不要都用那个啦！你们不要都用片假欺负我，嗯，看不懂，我只看得懂一点点呢、啊。可丽奥伊，奥伊西吗？可丽奥伊西是吗？白熊说你很可爱，我爱你啊！原来我知道 Christmas 圣诞节，我知道。哦，爱してる哦，原来。好哦，本完美字，上班加油。yes， 那句看不懂啊，西西，那句是什么意思？快点帮我翻译一下。可丽什么？可丽什么？是阿伯是你吗？还是什么？嗨嗨，笑贤，那你们每次直播就训练我好了，全看不懂就全部都能例子，我好喜欢你，好像也是哈，嗨嗨小龙，一张，
一张真贵两张小三三张粉贵四张有点贵五张好贵十张我给你贵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哦他把个人交易小的我是会看到嘿星星你怎么可以偷偷呛我嘞爱死铁路为什么被阿姨洗铁路可以讲呢为什么？为什么是涵涵？为什么不是我？爸爸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是涵涵？训练怎么用日文称赞例子吗？哎、欸，我很努力耶！哎、欸，谢谢夏贤的麦克风。可以讲这道，嗯，谢老公吧，那个太难了，我看不懂汉字。我看不懂汉字啊！大家手下留情，手下留情，人家很努力了。嗨嗨 ，ice cream， 大家听懂了吗？十张还不够。塔瓦哥都要来见人家，当然要久一点啊。嗨嗨嗨嗨 ，ice， 嗨嗨冰大，みんなちゃん一番好き。那家里嘞？库里嘞，我把奶绿叫来了。为什么 Eddie 为什么眼睛好痛？你是说日文吗？我也看得很吃力。嗨嗨，北极星。嗨嗨，嗨嗨，嗨嗨。这对不是不会日文的人来说，好痛苦。没关系，那个 Eddie 我们一起学。我来，我们一起学。来，这是你的手手。嘿，我们一起学。库里哇。妈妈是妈妈吗？还是什么？立马过来！嗨嗨嗨嗨 ，Polo， 欢迎回来！现在是在玩什么？现在不是在玩什么？现在是在训练家里看片假名。嗯，苦了，太难了。谢谢谢谢林果的新之冠。哦，我只看得懂最后一句，库里讲卡米欧西，哦，我只看得懂这一句，嗯，前面，杰辛讲，哦，马嘎西的，为什么要侧面呛？为什么要侧面呛杰辛？刚刚在立正脚，情侣球，哦，是哦，是哦，用英文记，我都用那个，我都用平假记片假。喜乐库玛，你不要害骷髅啦！我错过了什么？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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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要像那个谁讨厌学英文，谁讨厌学英文？别太理我，不要理我了。免。别搞坏系统！嘻嘻，库里讲话，什么讲那？咦，啊，不知道啦，爸爸，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那太难了。库里，伊妈吧。不懂，好难哦，好累死了，我的脑袋一直这样，嗯，英语英文只要700多分可以找到，天哪，好厉害的感觉，人家你都不知道怎么欺负我，哭了乖，哭了乖乖，我看不懂，靠单字记，为什么是靠单字记？你知道哎、欸，当然啦、啊，没有，我是看那个，就是前面的跟后面的字，然后慢慢拼出来的。你不是还在 type 啊？很坏，亲哥还哭了，改成这一次。那居然对亲切许多。这网络不是还有流传的那个？流传一张图说那个 Mancakey 他用那个台语用日文打，
现在是虐栗子时间吗？对啊，栗子看得很痛苦，不过只有这种方式能最快增强那个日文的能力。别日文教学来参加六进门快 ，OK OK， 我 OK， 我一直想跟粉丝学日文，只是可能学的日文都不是正常的吗？考日对啊，考栗子日文，栗子看看我们这群好，这群日文好的欺负我们，对呀、啊，不会啦，不会欺负啦，可以这样慢慢练，慢慢练。为什么会变成40音不是50音吗？皮卡丘卡哇伊，为什么？那佳丽嘞？可丽可丽，好，副尾那个我看不懂。栗子用脑工作用不着阅历，我现在很努力在背日文。可丽酱。君の什么私ください？为什么海涵是你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好 ，stitch， 这个是什么啊？这个点点，这个是什么？哦，我是看到有人出。有念出来，接发型好看，谢谢 Polo。今天是包子头的例子。那个是那个字是念齐吗？还是念什么？怎么念啊？是齐吗？是齐清吗？还是对不起，我不知道，可以跟我说一下吗？一直走，我们去玩山。谢谢 Polo 的炸鸡，不是 Polo 炸鸡，不是 Polo 炸鸡，我在讲什么？谢谢 Polo 的追踪啦啊！我已经被那个日文弄到，我已经 ，Oh my god， 嗯，请给我喊的意思啊。还好你没念，真的还好我没念，没有，因为他有先说国嘛，所以我就有看到。我是会只会霹雳卡霹雳啦，不会听到贝贝鲁多。不会啊，会这个也不错啊。我还会那个星际之外这么一大子，还有拉内酱。健健，你干嘛教我怎么念啦？不是普通人可以念的。那我应该叫什么？亲哥哥，这样吗？亲哥哥，我这样叫你可以吗？念出来要黑历史，对、啊，还好。我被系统退追踪，为什么 ？Polo 怎么？为什么会被系统退追踪？班。栗子口味的包子，看留言看到头好痛，完全看不懂，不会是文章三，因为是没关系，那个几个章我也不会，没关系。日文 N 万的心啊，真的吗 ？N 万好厉害哦，库里卡哇伊，好，我承认完整，对，我也是在那个努力在背，要顿呆一下，小写不发音。所以你打的那些都是不发音的吗？嘻嘻。みやびのこと。哦，不行，这个到底是什么啊？这个点点，这到底是什么？不行了。我今天用脑已经过度了，好难哦，不行啦哦，巷口臭豆腐好吃吗？好吃吗？我没有别听告白熊照。
我要叫什么？亲哥哥还是亲大大？我在原台上明明已经追踪了，系统还是逼我再追踪一次。为什么 Polo 怎么了？那他还是有那个吗？他还是有跳通知吗？为什么要怕？为什么要怕？炸鸡！哎，我等下为什么我错过这么多啊？为什么要怕爸？为什么要躲好几下？什么啦？嗯，我都没有，但常常一个人飞日本，没关系啊。那个反正比手画脚也懂，嘿嘿。我觉得学片甲会你会烧脑，因为有些很像，真的有些很像，像这个，哎，这个，然后还有这个，哦，不行，这个我真的没办法，这个我现在脑袋已经快要爆炸了。好哦，鱼尾狮拜拜，鱼尾狮拜拜，下次见。みんなはみんなのみん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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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啦，打哦是打哦，打。所以是不要点点是他吗？一开始是我在对立那边讲片甲，到底是谁先开始的啊？想睡又不想睡的，真的哎、欸、没有，我们没有这文科。哒，好，那我叫你亲哥哥好了，亲哥哥。对，就是。阿凯就是对，就是这个跟这个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不行。亲哥哥，我不用比手画脚啊，我只是懒得考啊。哭了有办法，有办法对话。库里讲，看不懂。Marcos 看不懂，一直觉得我这种方向，不要用日文跟我握手，我会一问三不知。日文课基本上班上倒一半，哈，日文课很好玩呢。只要蹲呆，只嘻嘻，你可以丢小盒子吗？棒，这计划不错。杨杰，拜拜。不要对我讲日文啦，这样我会不能回你们欸。所以我到底要追踪几次 ？Polo 没关系啊 ，Polo 没关系，有来看就好了，没关系。那个追踪不一定那个，对，搞不好只是他先当的而已。红 A 嗨嗨，唔汤什么唔汤？金哥哥不是，是亲哥哥，是亲哥哥。那上庭要什么？上庭哥哥吗？上庭哥哥，没有人想叫你来，只想捉弄。原来如此。栗子的亲哥哥，分享，马上就改名字嘞。嗨嗨，志伟，晚安安。晚安安。元気をこすって啊，不行。好，我本来想给你打开，然后主页要丢下来。没关系，西西，那个西西要教我日文吗 ？OK， 西西教我。赶快，我在想我之后要不要读那个日文系。对，我想读日文系。不然就是地科，可是哦，我今天有去查那个地科相关那个分数的，哇，我的天哪，太高了，所以我可能还是日文系吧，日文系，我希望我可以先多学一点，这样我以后就不会这么痛苦。读日文我可以问阿 K， 我知道，我以为会叫叔叔，没有，亲哥哥，因为我直播说的话，我自己也会想睡，什么啦？请叫我大伯，为什么要叫大伯？红母汤，上庭哥哥吗？
不想你。哎，为什么？嗨，卡丘，这句是抹茶玩过的。谢谢鸭子的，你是我的女神。不打日文越来越乱，真的。啊，你有亲哥哥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那个亲哥哥，是亲哥哥。哎呀，西西，你明明就知道，你的热情最好不要消失最好。真的吗？会读到很心累吗？中文系会不会读到想睡觉？是不是要一直面对文言文？复修解心语。卡丘晚安安，我妹跑去读日文系，然后就开始读韩文。为什么会开始读韩文？你会去问三八，三八的日文是什么？三八的日文是什么？一堆哥哥。喝水，喝水。爱真给台下的人，骷髅。那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哎，什么？哪有？我那样说不用你，西西，你不要乱讲，好不好？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啊，我没有说，你不要自己以为。拜拜拜拜。什么本王耳机上？谢谢副委的炼金秘药。日本王什么本王耳机上啦？热情没了，读啥都心累吧？好像也是哦。蛮多古典的东西，你刚才睡着吧？今天的栗子撒娇好，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好笑？我小时候认识的是，我小时候，我认识小时候日本长大，跑去读日文系，然后180，好可怕，我满分。嗯，对，但是同学还没那么好，他就时间太多。真的假的？天哪！原来要想我的爱晨要想，对啊，要想一下，要想一下。嗨嗨 ，Polo， 欢迎回来。西西什么？是为什么你不要我？卡丘，卡丘要什么爱晨？卡丘想要怎样的？卡丘想要怎样的？卡丘，嗯。卡丘为什么会叫卡丘啊？弟子不是普通很吵而已吗？什么？正在等臭豆腐，在等他炸麻剑剑。你是吃炸的还是吃那个煮的啊？嗨嗨，二一大叔，北极冠红啊！北极冠红为什么叫北极冠红？你们现在的名字都是怎么取的啊？狂搜哥哥，对啊，当然要抢韩寒的路线。我都遇到日本人来这里读日文系，为什么？为什么会有日本人来这里读日文系？罗马拼音是 kachu。哦，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哦，不是你取名吗？对啊，我取名啊。你们有希望是怎么样的方式吗？你太鲁了，不要你刚好。哎，西西，说好我要当你妹耶。哼，好哦好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下次见。那我也要，那我想一个海参。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可能要那个，等一下我写起来，等一下大家再讲一次，我先念完这边的留言。炸的，好吃吗？是有加泡菜的吗？还好我没有被栗子掉啊，爱死。嗯，我用诚恳的眼神看着你，冰大，算了，冰大应该不吃这一套。冰大不吃这一套。什么什么？哎，嗨嗨，一元来了吗？我只知道解心也叫我咕噜，哈哈，所以是那个吗？我是那个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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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哩。那骷髅，骷髅，骷髅呀，骷髅要什么？等下我想一下。栗子，我想要选一个卡车，为什么是卡车？迪卡吗？臭豆腐的味道飘到你那，唔汤。不过有了读一年之后就自己回去，受不了班导。班导为什么？爱称，等
等一下哦，随便加两个字，就加在这里，我的都不用另外学啊，可以啊，可以啊，我可以想一下。你给西西取了什么爱称？西西不行啦，西西也不能改，西西的是那个林姐取的，西西也不能乱改。没有被钓到的会被一直被人追杀，真的，天天你说对了，一云来查水漂。好，等一下我写一下、哦。好，你们可以讲了，刚刚有说的那个，刚刚有说要那个爱称的那一个，以下开放，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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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云。冰大说不喜欢叫他用，不喜欢叫他用冰大，叫艾斯就好了。好哦，好哦，好哦，好，好。栗子，栗子什么什么会想到粉丝名？什么意思？什么什么什么意思？什么会想到粉丝名？是什么意思？我的昵称从小就有了，为什么？艾斯为什么？昵称还是某处的 ID， 那个 Apple Blood 吗？苹果血。呵呵，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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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那是我的 catchphrase。喜乐库马，因为太多人所以用谐音梗喜乐库。哦，原来是这样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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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变这样啦？想知道为什么？想知道为什么是那名称吗？喜乐库。什么啦，笑死。什么爱称，就是那个啊，那个名字，名字，等一下啊、哦、我用本名就好。好哦，上庭，好， OK。 今天是哥哥日吗？对啊，今天是哥哥日。没有要征推的人叫我哎、欸、为什么冰的爱死，为什么，为什么？好啊，好啊，等一下我写一下哦。嗯，不过等我段考完，我最近快要炸了，最近可能没有办法那个，没有办法想这些。不过我有想到，我会先写起来了。我努力想，我努力想。本王就是为了你取的，好像没有更好外的。日本王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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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然后骷髅，骷髅好像那个、欸，就是骷髅，工藤。不然，骷髅，不然叫工藤好了。对，我的最爱。嘿嘿，什么爱称？就是帮粉丝取名字。嗯，栗子为什么会想知道粉丝名的由来吗？就跟有些人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叫栗子，为什么想要叫本丸一样吧。英文名字的谐音哦，英文是小学。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就是。小就是大家的名字都是那几种挑出来，不是那个什么各种水，女生就是各种水果名啊， Apple 啊， Cherry 啊，什么 blah blah blah。 我知道那些英文口号，我只是想占用。没，你现在在干嘛？现在在帮粉丝取名字。柠檬檬应该不用了吧。柠檬檬，柠檬檬，嗯，柠檬檬为什么会叫柠檬檬？对，我突然想到例子，有看到 report。 当然啊，当然，当然，当然。想知道我喜欢算命师。我昵称原本超级怂，你姐知道的时候就觉得很怂，想自叫嘻嘻。什么？原来我是弟子的最爱 Kudo。 我要走了，我要去开会。好，我那个林雨翼，拜拜，好久不见。嗨嗨，宏伟。骷髅越学越深了，骷髅要变 Kudo 了，要变工藤了。你为啥知道？是什么？是什么？西西，你以前叫什么？没关系啊，就算你不跟我说，我还是可以去问林姐。嘿嘿，第一话的尸体，哈哈哈哈，你们可以不要戳到我的笑点吗？我就不用，他阿哥为什么不用？他阿哥为什么不要？为什么？各国家利益。好了，桃花哥就叫桃花哥好了，反正我都叫了这么久，我可以叫你桃花哥哥，这样吗？直接名字转的。阿基拉，阿基拉是什么？是哪一个字啊？
刚回来，现在在聊什么？现在在聊帮粉丝取名字这件事情。先报名，让栗子改名。好。哈，九蛋，我都叫这么久了，你还要叫我帮你改名哦？之前打传说本来要叫柠檬，结果中，原来是传说柠檬檬。那你为什么不叫你柠檬？你柠檬好像有点奇怪，还是柠檬檬好了。为什么要点点点点点？真棒！为了历史改名，人家改成那个酷豆吗？西西以前叫江西娜，真的吗？真的哦，他以前叫江西娜。我不信你会主动找女生他，哎，这哪不会？我会找他讲话，好不好？我不用知道粉丝名字，叫我本名来取个别人。那你要帮我？啊，船长，你都有绰号了耶！这样子很难呢，这样很难。你们要给我一点线索，然后能让我去联想啊。像骷髅就可以把它变成骷髅。工藤，我叫不到栗子学，我有两个名了，亲哥哥吗？亲哥哥，骷髅骷髅，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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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没问题的。マジですか？マジですか？你要改什么啊？你们要给我一点那个。要给我一点线索，就是你们喜欢什么啊？然后喜欢，对，那个什么，就是通常绰号都是从本名或者是那个因为我自己的绰号也是从英文名字变来的，可是我的英文名字很少人叫 ，John Cena， 你不要听，好啦好啦，不然谢谢你自己跟我说你以前叫什么。嘻嘻说，嘻嘻说，嘻嘻说，嘻嘻说说说说说，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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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你要帮我取个新的，柔君希望取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一生君为什么要离开？不要左转，左转不是离开吧？我这边是右转呢。上庭哦，好，我想一下。上庭你不就叫低化尸体吗？哦，没有，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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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九蛋的荧光棒，看你要取什么，我都接受。好哦，我绰号有生七七跟琪琪，没有，你叫亲哥哥。签名加一声，哇，志伟你挂上去了耶，开心开心。可是我的名字跟本名还有英文名字都无关耶，好吧，我的名字就是本名了。对啊，其实我说本名也不错，本名也不错。我没有跟你说的意思啊，为什么？就说那个是角色。好啦好啦，上庭不要生气，上庭不要生气。林觉取的我都接受了，林觉叫你什么？北极光好，你也要叫那个亲哥哥叫亲哥哥吗？所以依云离开了吗？好像离开了，好像离开了。八点半了，对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可以延迟一下下。冠宏吗？冠宏也要吗？而且这么年轻真的也不知道会本命。为什么西西你都没有讲吗？还是大家都只叫你西西而已？林杰，希望我们在嘎嘎嘎嘎吗？マジですか？嘎嘎嘎嘎，为什么大家想要叫亲哥哥？对，我觉得亲哥哥已经很不错嘞。那杰星就是妹妹了吗？为什么？为什么是妹妹？クロクト。ID 跟本名、英文名没关系，但是刚刚很爱说冷笑话。为什么？为什么我很喜欢说冷笑话？或是许留库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去？没有啦，上庭我开玩笑的。不用啦 ，Polo 不用。Polo 也想当哥哥吗？Polo 哥哥，嗨嗨嗨嗨，雨欣，嗨嗨。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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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叫吧，嘎嘎吗？嘎嘎，嘎嘎，我又不是想让人家知道，这叫做
自己资料做自己资料的人做事，又不是很想让人知道自己资料的人做啥要说名字，不懂。帮杰星想一个昵称，杰星，杰星不叫柯基吗？我说哥哥哎 ，Polo 哥哥，本名跟英文名都是蔡奇亚名，为什么？为什么要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对啊，我当机了，我当机了，我们就说，原来是这个意思，原来是这个意思，我也不用说了吧。为什么黑流星叫黑流星？嗨嗨俊杰，嗨嗨北边神推，不习惯而已，没关系，叫久你就习惯了。这集光听家里，那日本玩我要叫你什么？本玩哥哥吗？为什么我妹都不这样叫我哥哥这样？那冠宏你后来我的台我叫给你听，冠宏哥哥不行啦，自己的妹妹如果要叫只会叫，哎哥，帮我干嘛干嘛干嘛。才不会，哥哥才不会这样嘞。那通常说，像我记得叫艾丽人，对我都在这，艾丽人，对我说艾迪，对我都这，我都这样，我都没有那个不理你了，多恐怖！为什么他叫你不理你了？刚刚日文真的很烧脑哎。北极熊想知道几根毛，也是一根一根。你说死掉吗？死了哭吗？死了，死了哭吗？的确，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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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庭不要，上庭不要。你可以说上庭哥哥来找你了。就他说了，好冷，好冷啊，死了哭吗？好冷。我的意思是，我要不是很想让其他人知道我的事情。做啥到处说明哦，也是哈。刚搞早饭吃饭不能喝，好哦，北原三推欢迎回来，这也太像我们。你是说，哎哥这样吗？好，特地压低声音，哎哥。我的名字是某奇幻小说主角名，是哦。只要想要拜托哥哥。哥哥，你可以帮我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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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就他说的好冷，小库玛，这笑话真的很冷哎、欸。我觉得会直接被出清低化尸体吗？快吃完了，健健好吃吗？好吃吗？栗子妹妹接受弟弟吗？当然不行啊，亲哥哥只能喜欢我。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你妈救我，为什么？你说出镜吗？不会出镜啦。哥哥可以帮我丢火箭吗？不要啦，不要不要不要，丢火箭你们会吃吐，你们握手会来找我就好。所以我要讲讲看吗？哥哥可以帮我丢火箭吗？不要。哥哥可以来握手会找我吗？喊哥哥那个可以真的找他，心情会好很多。那我要喊喽。日本玩你可以录，日本玩哥哥起床了，起床，再不起来我就要去上课了，拜拜。哼，这样可以吗？这个笑话北极熊就变错，好冷哦，西罗姑妈，好冷，那个真的好冷哦。谢谢阿华的枫叶。拜拜拜拜红茶姬，为什么被我叫哥哥会怕？亲哥哥只能喜欢你了，好吧？哎，为什么？不是，刚刚那个亲是那个，对，好啦，嘻嘻哦，不要这样啦，嘻嘻。好，叫的话可以啊，林果，那我叫可以吗？佩哥哥，为什么？哥哥不是通常都没有差几岁吗？我想到我跟你这夸，克洛克的克洛克的克洛，哎克洛克的克洛克的，克里克里克里。嗨海林，好啊，你去上课，拜拜。嗯，上课。
倒回去，什么倒回去啦？最后突然傲娇一波。哎，西罗库玛，你翻什么起床课题啦？可是都是好像在你床，没有，那只有晚上睡觉，平常早上那个睡醒是我叫他的。这好像之前没有，好不好？不行。不好意思，我弟弟闹钟啊，亲哥哥不行。原来同学什么不是，摇头闹钟课。到底是谁要回去看我的课题？攻击力太可怕，真的吗？日本玩，念到大姐好可爱，那太那个了，很像绕口令哎。但是我们没关系，都是我的哥哥啊。谢谢熊大大的枫叶，谢谢。至少你说你是不像某人，像谁？谢谢熊大大，下次可以不要了。那个课题重新系列很黑暗呢、欸。跟栗子差没几岁，对啊，西西跟我差没几岁。什么洋葱炒肉？洋葱炒肉没有，那个洋葱跟肉是分开的，好不好？白熊傲娇叔叔不行，奇洛库玛哥哥，嘿嘿，真心觉得首都那次不对，栗子严一点就要被拉走。不行 ，Polo， 你不能演我，我要当姐姐，你要叫什么？当姐姐吗？可以啊。冠宏想当姐姐吗？嗨嗨，钟婷，魔骷髅，骷髅也是那个吗？也是滴滴吗？不要，休想把我的课题拿出来！西西再说一次，我就要解锁神仙给力。西西，那你可以再讲一次叔叔吗？我要当妹妹，不是、啊？为什么好像会打你？不会啦，你摸摸，你怕什么？可以啊，来当，来，快来，双手敞开，还是不要当姐姐？为什么怕爆？哈哈，海豚，我勉强一点当家教就好。是要叫什么？要叫什么？叫什么比较好？不可以，我想看解锁画面。骷髅推面面栗子丽卡雨露超级滴滴哈，原来如此，哼，原来不是推，不行，你要专情一点，不能滴滴。我要闭着眼睛大声，还要面对工作要下台重，要下台重一点。哇，妹妹去补习了。他快要考试了，好啦，我要念榜了啦，我要念榜了，第一名是陶瓦哥，谢谢陶瓦哥，上班辛苦了，陶瓦哥，辛苦陶瓦哥哥了，辛苦陶瓦哥。第二名是日本丸，谢谢日本丸。第三名是 Eddie。谢谢 Eddie。 第四名是 AB Fly， 谢谢 AB Fly， AB Fly。 第五名是孝贤，谢谢孝贤。第六名是黑哥，谢谢黑哥。第七名是 Lingo， 谢谢 Lingo。 第八名是傅维，谢谢傅维。第九名是西西，谢谢西西。第十名是志伟，谢谢志伟。第十一名是益生菌，谢谢益生菌。第十二名是九蛋，谢谢九蛋。第十三名是柔君，谢谢柔君。第十四名是翔大大，谢谢翔大大。第十五名是变成新鲜柠檬，谢谢变成新鲜柠檬。嘿，好了，没有啊，到八点半。有这个妹妹，有你这个妹妹，还是过年学什么？要考试，祝她顺利。对啊，还要考试。平成的栗子拜拜。对啊，平成的最后一个看了直播，真的吗？竟然结束了。对啊，没关系啊，之后还可以再来啊。对啊，我今天等一下我看一下
对啊，我记得我今天到八点半。不要这样嘛，人家要断考嘞，所以我才把两天都排到今天呢。然后看一下，对啊，没有错的，对啊，到八点半。哎，淘宝哥，为什么要去滴滴？不行，淘宝哥不行。淘宝哥，那你说，你希望你有什么 special 的吗？推理卡哇伊，谢谢。那栗子推的顺序怎么？为什么？那天你在人生会议是要手很长还是要？谢谢日本娃一直看着我，一直关注我，哈哈，安娜姐姐。这周看不到栗子呢，对啊。虽然自己这么样，不过我想要他的妹妹可以照顾。嘻嘻，我可以当你妹。觉得对思雅不好意思，谢谢日本娃一直看着我。34推往前进，好了，我加油。期待栗子帮取的，好。要上榜了，对呀、啊，上榜了。还好我神推面面啊、哦，金哥哥，好事加油！好啦，我加油。还好，我不想单推嘞。Polo 要多推我了吗？那栗子要当我妹妹吗？那骷髅你要单推我吗？单推我去当你妹，你就够特别了。还要啊，桃花哥，你不能当弟弟哦，桃花哥，你只能喜欢我，你们都只能喜欢我，你们都只能喜欢我，听到了没有？不能那个，不能到处让，不能到处当弟弟哦，你们都只能喜欢我而已哦，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听到了吗？好、哦，老沙拜拜，嗨嗨阿志志，那不加班了？为什么不加班？是因为不想看我才加班吗？怎么可以这样嘞？谢谢百兽之王的枫叶。哎呀，我的刘海，不齐的刘海，可恶！谢谢朱雀的枫叶，好，我会加油。令狗干嘛？令狗干嘛？干嘛又脸红？好，林萌萌会加油的。林萌萌，那个是什么面试吗？还是已经结束了？也要加油哦，林萌萌也要加油哦。好久没跟你聊天了。令狗翻开，那个，令狗我也看着你哦。他没看到安心的，什么？推栗子再多看几下再决定啊。好哦 ，Polo。虽然我很喜欢栗子，但杰星跟阿 K 还在前面排队啊。没关系，我会努力的。加班边听栗子直播，原来如此，辛苦白元神推了。辛苦了。没有，结束了，都放榜了。哦，林萌萌，现在已经有学校了吗？结果要关起来，那就下班啦。哦，原来如此。我节操稳了，你怎么死啊？没关系，我知道西西你的真爱是林杰，所以我不会逼你。哦，眼睛好痛。我不会逼你。是不是掰好久了？对啊，天天还在上班，天天辛苦了。谢谢令的玫瑰。我冒着被一语刷掉的风险来看，谢谢 Polo， 谢谢。只能喜欢全程没有，不行，这周没有，那只好去看一遍，可以看韩寒啊。一直不要跟杰星哥说我要当你妹，希望你当我妹。好了，那你以后要那个推的人数要慢慢减少。谢谢切换的枫叶，谢谢自我的勇气，一堆背曲，所以是什么？栗子前面还有五个人在排加油啊，亲哥哥，你们可以讲。虽然我是大弟弟，但栗子还成推啊，耶、yeah, ！谢谢志伟。那一针怎么办？看你怎么办啊，看你觉得如何。他会欺负不？哦，我居然多播了60分钟哎、欸。
现在我可以放生气。妹妹的话就不是推了哈，哎，什么什么什么不行啊？西西要推，哎，等一下，你不就间接承认你有推我吗？西西，骷髅无法减少了，还有命的哈。手机不能操作，对啊，没有他话哥，你的手机被我控制，你只能看家里而已，你只能在家里那边留言而已。他话哥都到处留言，到处看人家的直播，然后都那个在别人的留言下面，那个在别人的直播下面留言，然后都被我发现，因为粉丝每次的直播剪辑档下面都有他的留言。好，我没有说，我没有说，哥哥不厉害好，真的吗？不用指考，当然啦、啊，李萌萌，你应该也不希望指考吧？但是学测一次就上就好了。对啊，要到下礼拜。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错错错错，没有错错错。栗子翻开陷阱卡，什么陷阱卡？看栗子才是真正的爱啊！是，嗯。好了，没关系，哭了，我再给你一点时间。好哦，喜乐哭嘛，拜拜。没有啊，你不要小剧场好吗？西西都傲娇，荔枝变成我的神对手，真的吗？真的吗？令狗，那我是第几名？你可以不用在这边讲，你可以偷偷告诉我，没关系。去其他地方看会不会有修罗场？嘿，谢谢令狗的健身卡。等一下 ，Mina， 我也没有看，我要睡觉。好啦好啦好啦，谢谢骷髅。推下去晒太阳有点重。嘻嘻，你到底是什么有点难推？我明明就没有很重。哼，健身卡什么健身卡、啊？等备取是最近的事情。对啊。虽然我还没有，可是我快要经历到了。荔枝拜拜，我要转推。哎、欸，为什么副委为什么要转推？转推就没有名字了，副委。转推没有名字哦，转推就没有名字的哦。我要把那位就没有名字的哦。嘿嘿，哎，不对哎，我应该要说一个，就是要那个，就是要来我直播间签到十次。然后才有名字这个，不然这样就太容易了啊，是不是？好啦好啦 ，Polo， 我才不会讲嘞，我会好好帮你保。嘿嘿，真心累，对、啊，柠檬檬加油！觉得没有力的时候就来看佳丽，你会很有力，而且笑到很累。对，没有错，我就是如此的吵。嘿嘿，樱桃喵晚安啊，我差不多要关了。好了，声音啊，才剩一名哦。刚刚停顿表示，哎、欸，什么？我才没有。好的，例子哪有？我那没有看留言，有我有看。签到三次 ，Polo 我知道，那个林果我也知道。可是林果你不是有那个了吗？你不是有绰号了吗？一天进来签到十次，当然不行啊，要。那个长时间待在我的直播里面，不能当滴滴，我才要帮你们取名字。人生黑暗，哎，为什么喊我哈哥？喊我哥。潜水有算签到吗？算，不对啊，好了，算，好了，那只能变神推了，当然啦、啊，当然。哎，草草哥不行，如果要真推的例子的话，要两位公平对待，压力好大。Polo 没关系，佳丽这边永远为你敞开。例子帮你们取名字要好好珍惜，当然啦、啊，我先来说好通话，林杰吗？机会是难得的，对呀、啊。我今天全程跟一轮直播，真的健健，谢谢。目前阳光是，然后塔瓦哥，你就到处，还回去阿班台，阿班台干哦，就被他聊天，然后聊爸爸妈妈。快圈圈，好啦，我都播了快半个小时。
可以改善在四万台啊！哎呦，几百年没有开台全，真的吗？健健，谢谢你待完全村，一直早点休息，好哦好哦。对啊，今天头上的东西很多，有夹子又有这个。没有，八点半啦，结果我也讲太久了，下次有空。好哦好哦，亲哥哥拜拜。亲哥哥拜拜。好啦，今天也差不多了。对啊，严重超时，我也很想觉得但我命不够多。好了，可以再开一支，等存100万再送你了。好啦，谢谢塔瓦哥啦，我知道你最爱我了，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还要我的，还要抽，还要换到我的整套，对不对？我都知道哦。大家拜拜啊！啊，好渐渐哦，你干嘛突然想到啦？不然的啊，下去考自考，我觉得应该不会啦。好啦好啦，今天差不多了啦。可是阳光快要不能送礼，真的吗？阳光快要不能送礼物，真的假的？晚安大家，拜拜，拜不拜不，拜不拜不拜不。谢谢傅伟的为你守候，大家拜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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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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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新鲜柠檬的撒尤娜啦，是吗？再见撒尤，好哦，骷髅明天工作加油哦，大家明天工作加油。看你的励志台，精神一定会很好。然后下礼拜也是礼拜一，拜不拜不，拜不拜不，拜不拜不，不会啦 ，Polo 不要觉得有怎么样，不会怎样，不会怎样，不要，还是要推艺人，不然他会难过。对，没有关系，有关注我，我就很开心了。大家拜拜，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谢谢大家，天天拜拜，北面神推拜拜，骷髅拜拜，渐渐拜拜，变成新鲜柠檬姑奶奶，拜拜宇哲，好，我要先拜一轮。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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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家里嘞？谁是一轮？不知道，不是啦，什么谁是一轮？我是说这样子，你们大家留过一人，爸爸爱你，耶！谢谢桃花哥，爱你们哦，嘿嘿，爱你哦，拜拜，拜拜。大家拜拜，晚安哦。